嗨，大家，我是嘟嘟。前几天发生一件事，今天要来小抱怨一下。相信有按时过任务的朋友都已经开启了金秋大福利宝箱。在前阵子影片也提到过，这个宝箱可以获得未拥有过的一辆 A 车。经过这次的经验证实，这个想法是错的。在樱桃王小号中所没有的 A 车是迅捷流星、时空之翼、暗刃和猎影这四台车，想说有机会可以白嫖钻石 A 车，没想到打开却是雷霆风暴。当初还以为自己是眼花看错，赶紧换账号再试一次。而兔兔本号所没有的 A 车只有暗刃而已，想不到打开还是雷霆风暴。但是仔细一看，宝箱确实没有显示可以获得未拥有这三个字，而是显示随机获得下面的车辆。但是既然会给已经拥有的 A 车，不如换成科技点还比较有用处啊，否则花时间过任务就没有太大的意义。由于没办法免费获得暗刃，兔兔一气之下跑来抽金金宝箱。由于抽这个也有机会获得元老级 A 车，想不到抽到一半突然最后只用了63个能源出道，看来今天运气不错。最后各位的宝箱都开到哪一辆车呢？如果有拿到迅捷流星或者时空之翼的朋友，欢迎下方留言让兔兔羡慕一下。那今天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